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中央企业远程医疗平台准备通过线上的方式免费为香港市民进行远程问诊服务，但内地医生的医疗资质是否能够被允许在内地为香港提供远程医疗还不能确定，请问特首是否能予以支持？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也这个反映了这个遥距去问诊是很重要，所以现在无论是医院管理局或者是一些中医的这个团体，都在提供这个网上的这个服务。要是内地有医疗的机构也愿意加入，我们肯定会考虑。刚才这个简议员已经提了，现在有紧急法，紧急法就是为了为中央或者是内地支援香港的抗疫提供一个法律的基础。所以，要是严议员有什么这个详细的资料，可以交给我会认真的考虑。谢谢您。快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